是我只帮我朋友来让你们看一下房子。那人家不是说您是房东本人？直击张赎金大复活，化名招认出，改口称代看。哎，苹果妹，你知道吗？二房东张赎金又复出啦！真的吗？我好怕哦。偷偷告诉你，这个朱兰其实就是张赎金啊。我们今天下午就来约朱兰看房子。来来来，你来单跨麦。一个 move 出来，这精神超好、神采飞扬的女子，哎，你看看是之前那个张赎金吗？简直判若两人哎！你看，你看，她示范她触控式的电子锁，哇，真是好先进、好神奇啊！走进这个科技门，上了楼梯，她手一指，咦，很多电表，看来不少户哦。你看到了吗？果然房间竟然有。您是房东，对，是，因为我之前算是租，我搬到二房东，就后来他收了我的钱之后，他没有给房东，后来就有一些麻烦，所以我要确认，当初您是房东，我就跟您租，对啊，没问题啊，是您本人吗？对对对对，对，确定是您本人，是房东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是不是有上过电视？因为我觉得好像我看过你，这跟您有什么关系吗？我只是很好奇，说问你说是不是有上过电视？而且如果你们没有让出就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说，其实我本来没关系。那你是张赎金吗？张小姐，没关系。我觉得你们应该不是要租房子了，我觉得啊，对啊，因为其实我只是帮我朋友来让你们看一下房子。那我您刚不是说您是房东本人？没关系，小姐，我觉得你好像没有，那就请离开好了，好不好？我只是帮我朋友来带你们看一下房子。咦，让我们再来回顾一次。您是房东，没错。